若靠近恶友恶之事，你看并转慈悲令退失，就你本来有慈悲心，但是呢你就会退失慈悲心了。就离此恶友佛子行，你身为一个佛子，你就要远离这样的恶友，不好的朋友了，障碍你修行的了，就是说你会增长三毒，闻思修会退转，完全丧失大圣佛法的根本，就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，就你会丧失，越来越不慈悲。以前有人有一个摄影师，他喜欢炸鱼，就是买这个好像是这个火药还是什么东西，丢到水里去炸鱼，那鱼就浮起来，炸的时候有那个水花或鱼在那边被炸起来，他就会去拍照这样。但是有人就教他，就你念欧曼尼贝面哄观世音菩萨的咒语，那这个人也不是很虔诚，但是好念就念了，就欧曼尼贝面哄欧曼尼贝面哄欧曼尼贝面哄，就常常念常常念，到最后他那个火药丢不下去，他觉得要丢，心里不忍心的，哇怎么会这样子，就是他越来越慈悲，他遇到一个好朋友，遇到一个善友。那你遇到恶友他就相反了，他就让你越来越不慈悲，让你造业更造业，让你有恶行就更恶行，这个就是不对的。所以引发我们的三毒的根本就是恶友，像一颗有毒的植物一样，从树根到树干到树叶统统有毒。如果一阵风吹过来，连这阵风吹到那棵树，再吹到你身上，都可能有毒性，受到毒的影响，所以你只要接近它就有危险。所以这就是说你接近恶友就有这些过患，你开始想你身边哪些是恶友，要你不精进的啦，退失你的道心慧命的，要你不要守戒的啦，要你不要发心的啦，那这些都是恶友。道场中同修也有，有的也有，我们道场中有很多同修他修学不怎么样的，良莠不齐的，不发心不如法，但是他也不精进的，那他的这种懈怠的情形呢，还要来影响其他的同修，有，不是社会上的人而已。